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好几天没更新了。大家都知道我回国了，去了一趟大海道的无人区，越野车穿越大海道无人区，真的是很刺激啊！这几天经历了陷车、爆胎，我的无人机也炸到沙里面了。这次主要是去练习航拍和星空，所以说很多视频我不一定放出来，就给大家说一下，明天就恢复正常更新了。最主要是太久没更新，不是我的风格，所以今天就先给大家上一点。最近几天天天吃沙子，刚刚到酒店才把头发洗了，我没有带护发素，特别毛躁。今天这个视频算实时更新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4月25号6:47，我下午才离开无人区的，才有信号。明天去到乌鲁木齐，我就去找朋友，把我坦克山摆上面的很多东西拿到他那里去放着，带着我的 ATA 就很快要出国了。因为我的那个车交了11万多的押金，我想出国一趟，把押金给退了，之后再换一辆车去更多的国家。这次短短几天经历了太多了，反正就想着接下来的路。就更加勇敢去挑战了，越挫越勇。我也是自驾出来很多年了，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刺激了，真正意义上的感受了极限越野。大家不要期待太多啊，因为最近这几天去无人区呢，主要是去练习航拍跟拍摄星空了，很多视频我不一定放。早就推飞去跑了吧。路上全是沙。我知道呀。我们这一路过来，有几辆车玻璃他们都炸了。我们这辆车就前面也是被石头弹了一个洞。有句话叫"牛逼人开牛逼车"，牛逼轮胎，跑牛逼路。这东西就要老外来看，啊，叫什么？老外顾着不顾着？顾的，顾。桨叶，桨是好的，我要反着让它会抖一抖。